直播把8月12日讯，据法国媒体对报报道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,2018-19 赛季法甲联赛首轮，巴黎圣日耳曼将坐镇主场迎战卡昂队。由于受到伤病影响，卡瓦尼应该不会参加这场比赛。此外，姆巴佩和阿雷奥拉等人也因归队不久，或也将缺席本场比赛。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，巴黎圣日耳曼将会进行赛前的最后一场训练课，之后图赫尔将会决定与卡昂队的首发阵容。保守起见，尽管维拉蒂腿筋有伤和库尔扎瓦背部有伤，昨日参加了球队的集训，但是他们今天将不会出战。此外，卡瓦尼也因腓肠肌伤情无缘新赛季联赛首战。除上述球员之外，姆巴佩、莫米耶、阿雷奥拉和金鹏贝这四位随国家队杀入到世界杯四强的球员，由于在本周才刚刚回到俱乐部，也应该不会参加与卡昂队的比赛。图赫尔在周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出于对球员们的保护，他不想出现任何的风险。大巴黎本场比赛或将会给几位年轻人登场亮相的机会。在法国超级杯比赛中，巴黎4-0摩纳哥，小将恩索基 Stanley Roki 和达格巴 Clean Bagbo 首发出战并表现抢眼，他们或将取代库尔扎瓦和莫尼耶，成为巴黎圣日耳曼新赛季联赛首战的首发边后卫。